咖啡我点。哎、欸，你直接那个打什么？啊，干鸡巴！啊！你真的全点错了。喝饮料，我觉得今天晚上没有他爬回1700是不睡觉的。好啊，来，我等下先睡干。顺便就大师走了三排变超好打。对，不要这样讲。三排的确比五排好打，我跟你讲。干，我们昨天才输一场，你就知道有多好打。是我昨天三排，真的比五排好打。我跟你讲，真的比较好打。应该是深夜的关系，深夜的三排的确比五排还好打。我们昨天的确，你就看嘛，我隶属昨天，妈十五场才输一场，所以我才排到1700的。啊？哎、欸，被拿掉了。剩下一滴血。来。三个。对嘛？你看上路这几个好强势啊，打爆对面就好了。我大、啊，不，我五等哦。哎、欸，其实我们就这个黄金组合了。然后救一下路卡。卡杯，我点。哎、欸，你直接那个。我岔赛了。你看我点到什么？你点错对不对？对，我点到大怪兽。我知道你点那只，那招我知道。翻眼你退一下，退一下。看到了。真屌。鸟鸟，哇！你别带顺。天哪、啊！我直接乱搞！天哪、啊！干我点这什么鬼技能呢、啊？天哪、啊！要跑也跑不掉，还要打输出也打不出来。你点什么技能？天哪、啊！点辅助那一招了。是一个很天哪、啊、的技能呢、啊。我觉得你，哎、欸，我觉得我被打野了。我觉得被反野。欸没有啊，就换野啊，换没有人电猫去，对啊，换野啊，不可能挂机吧？电猫去反野吧，电猫那野怪都给你吃吧，换我打上。他们有在挂有在反野吗？我看一下，没有在反野，他们没有人打，没有他小老鹰跟鸟打什么啊？干鸡巴！啊！那你真的全点错了，你点动直机关枪。对，哎、欸，鸟过来了，鸟过来了，闪光鸟过来，看到。他怎么这么他残血？他残血！他残血！啊！丢！哎呀！有人在谁来搞事？狐妖！谁来搞？哎、欸，抢这个，抢这个！哎、欸，重点是我刚才犹豫了很久，直接飞快刀。我还在犹豫说，哎、欸，我要选，我还想说我要点到那个，结果一路点错。哇！哇！快吃我的果实啊！敢靠呗，就被别人吃走。天哪！啊天哪！果实别人会吃可以吃哦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天哪！而且回还蛮多的，回100多还200多，100-200。这根本没有伤害可言呐、啊！捡了一个最烂配招，好像根本就没有人在选这个。我还没买。你去吹一个。哎、欸，不要站一起。那肯算了吧，对面老鹰。天哪、啊！长光，你上去吃骆驼魔了。我也觉得。哦，反正你拖。这老鹰最近在这里拖发育，重点是想看。那老鹰要直升，那老鹰要冲酒啊。哎呦，可以哦。那老鹰就想冲酒。哎呦！哎呦！哎呀！我们果实吃了。我直接开龟。我打很痛。没事，我可以活。那、啊、你没去打鸟？对啊，为什么在这里？来了。哎。哎呀，我这个引诱可以吧？他妈的。原来不用打隔一枪大。三只。智障，你三只一直追我，北七。哎、欸，打不赢哦，打不赢哦。天哪、啊！我往上赶啊！你上去吗？去上路了。
你吃什么？他吃吗？还是老鹰来了，老鹰没有大，好吃一点。能不能先吃？吃吧，吃吧，吃吧。干，下路还爆掉，天哪！哎哎哎，上路那个九颗呢？啊！这只到底是三小啦？哎呀，被偷了！哇，被偷了！没事，快吃啊！哎，四十颗，四十颗，很快的。我给你吃，我给你吃果实。对。啊，拍谁？我吃掉了。天哪！我甩果实给你吃，干又甩错边了，鸡掰！我来了，上来！啊，天哪！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呀？看，打人挠痒痒。他们还有十五秒。完了。这边古月鸟在笑，快啊！屁股后面有果实啊，赶快吃啊！我吃了，快吃啊！开龟，开龟！谁球数最多啊？没有，要不要打第二波啊？中红路还是可以打一波。哎，不行不行，我已经退了，退了退了。你们拖一下，善用我的果实啊！我们打好慢哦。我感觉我是放的，天哪！水啊！哎、欸，不要冲，不要冲！哎、欸，靠边嘞！干，我没带得分护去啊，我老铁爷啊！干，我刚刚十五颗才灌进去啊！干，到底在干嘛、啊？李叔，掉到尾，你是叔没带得分护具？走。哎、欸，骆驼魔，我停手下，我们去打这个。太想赢就很容易失误，还是先睡一觉吧。对，看大家精神不是，精神不济的。没有没有没有的事，没有的事，没有的事，金机关枪。哎、欸，干他狗对轰，他狗对轰，来大家吃我果实，大家吃我果实，对对对，果实很多。哎、欸，我操，你这个果实是真多、啊，天。哎、欸，哎呀，白痴！干啥笑？干，我开始在射。啊，后腰，哦，好，对面这个大招主场有点痛。没事。吃我的种子机关枪。他们在打小，他们在打三小。啊，我的果实在后面，快吃，快吃！我吃完了，我吃完了。不要吵，不要吵。啊！吓死了！操我他妈，吓死了，笑都吓死了。OK 啦，哇！他们一击败，原来是三分钟哦、喔。哇！啊，他们都丢大了、啊，他们也没大啊。我们守好就赢了。但我都来不及累积大招，击败。两只鸭先走啊，自然就生成了。有两只哦。追一下你。哎、欸，我先骚扰他一下。那边有一半血。哎、欸，完了，那这个松鼠可以干嘛？这个松鼠大招可以干嘛？所以我刚丢掉了。啊！天哪、啊！他是个天才。哎、欸，别死啊！别死啊！你们拜托姐。我也死啊！早死。快吃我的果汁啊！干，我死了！快吃我的果汁梨啊！所以啊，伟霆啊！伟霆啊！哎、欸，站人站人站，偷倒偷倒！输妖输妖输妖，悲剧啦！赢了！哎，守一下守一下。北菊塔。好，守一下守一下守一下。天哪、啊！机关枪果子狸！哎，靠北靠北靠北！哎、欸，他的机关枪要打，跟你打机关枪。他都乱开了，他都乱开了，这他大嘴都乱开。谁？古月鸟真的大嘴乱。我跟你聊，我跟你聊，真的是智障。然后这个路牌是智障、欸。可以哦，可以哦。哎、欸，鸟鸟来了。鸟鸟，他这个老鹰也是更智障。一个回不去。他
不要不要不要，有剩白矿风就不要了，白矿风也两三二十秒啊，我们回家他们都还是输啊。哎，我大绝都还没开，直接吃了吧。那你去开大绝，干嘛吃啊？我去开一个大绝。也来不及了。凌晨都智障的智障，可是我们才是那个掉分的智障。叫别人吃，自己全吃。对啊，你每次都叫别人吃，然后自己先吃。没有，我就刚刚往那个地方前进哦。天哪，我来看一下他的输出。我是一直在打人呐、啊，我不知道输出怎么样。我是天哪，我一直在打人呐、啊，就输出只有13%啊。没有用，真烂。